最帅、最受尊敬的意大利企业家、好莱坞电影制片人 Angelina Lavorian 惊喜现身模特。他在多个世界级电影节荣获殊荣，并跻身好莱坞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位置。迷人的招牌式微笑无一不受众多影迷与粉丝的热爱。此次上海魔都之行也即将掀起一股迷之电影热潮。自从16岁起， Angelina 开启了他人生的电影之旅，通过努力也展开了好莱坞电影的发展生涯。Angelina Lavorian 也希望自己的同名化妆品品牌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关注和热爱。